588涨停板印钞机，果然印得很凶又很快。今天会有几个灯呢？看节目。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股市最前线，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领先趋势掌握未来华冠投顾高敏章高老师 David 老师，你好。主持人好，全国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 David 高敏章，今天来到了818，让你发发发，礼拜四了、哦、发一发，难怪今天这么猛、啊、我们的588涨停板印钞机、嗯、果然印的又凶又快。哎，听说今天又有涨停板啦，今天涨停有什么稀奇的？我今天是想说今天还能够有几个涨停？哎、欸，对耶，我们的标题。在昨天之前，我们三天有五个灯了嘛、嗯，五个灯哦、嗯。今天已经至少一个了嘛。哎、欸，对。那另外一个现在9.4%嘛、欸，也快要涨停板了。那还有一个大概8%嘛。哎、欸，老师说到了那一档股票，我、嗯、要先讲哪一支？喇叭扣。哦，喇叭扣。哎、啊，有真的。恭喜全国所有听众朋友们，如果你不要嫌弃它股价高的话，是。恭喜会员朋友们，是3443创意，创意今天来到600块，哎、欸，喇叭扣，喇叭扣达成，哎、欸，全国朋友们，全国观众朋友们，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，有锁定我们频道的、嗯，我们先跟你讲六个未来，有，哎、欸，老师这样算起来，你如果430到今天600、哦，不计价差哈，对，不计价差，就170块，弯位上来哦。啊，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，第一趟110，第二趟才500块就上来的，嗯、你就是210耶，一张。欸210，也就是说，一张是20万呢，210块是21万。妈妈咪呀，一张一张呢，惊死人哦！真的，哎、欸，不过你讲，全国所有投资朋友们，撇开创意，你可能嫌它贵不买哦。其他的股票100出头的总可以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对不对？4961天域上周五现买现涨停，今天呢也快了，也对又快了。又快涨停了，今天8%，哎，这真的很狠呢、欸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涨停了、欸，哎、欸，它差一档、哦。哎、欸，全国会员朋友们，我们早上就买回来了。哇，早上大清早就买回来，我觉得你都买好了。然后呢，老师一进入线，我说老师，我真的觉得这个线好明显哦。如果我没有，我不晓得。早上第一波当是我拉的，问谁拉的？谁会这么闲去买天域？当是我、啊。你看看，没有，你买天域不意外。因为上次上礼拜五我们就买过一次涨停了嘛，对对对对对，示范有趣的是，你有发现 David 买会动，别人买不会动，哎，没错。感谢所有认同、支持是标股的朋友，有你不要说他没赚钱哦，天域只是第一季赚8块，第二季变4块而已，越赚越少而已啦。哎，不会，我们越赚越多啊，我们已经。第一前面已经16%了，今天又快涨停20几%呢，哎，对耶，也快要30%的涨幅了耶。对啦，你要硬账算是差不多，已经快了，没错了、啊啊，其实是快了啦，是，因为它从110不到嘛、嗯，今天已经快130了、啊，对，没错，我们建议131楼，哎、哦，真的快三成，真的快三成，26-27%有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样，夯不啷当算起来，哎嘛，没办法呢，哎丢、哦，哎，全国好朋友们，100出头的股票可以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那 David 讲过，我还有别的嘛？有，所以我们今天已经涨停的不是天域。哦、也不是智源，也不是智源，也不是过去那几档，那不是那三天五个灯的 那几档，那不是他们，那会是好。恭喜全国会员朋友们，3141的晶弘亮灯涨停。不过我先讲哦、今天早上虽然有买点哦，对，但更好的买点是上星期五。看一下上星期五，上星期五我们可以买多少钱？120左右。一百一百二，一百一百二，对，对不对？嗯，对，红 K 那个才是星期五，这个右边那个，这个对，那个才是星期五，100最高点，就最低109嘛，最高119嘛，110到120嘛，没错没错，今天138.5，3141晶弘亮灯涨停板，涨停板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六个灯喽，是不是588涨停板印钞机？是的，对不对？果然是，什么又凶。又赢，不是 我一直觉得这个讲起来很奇怪。这就好了，不管啦、啊，管它是凶还是硬啊，反正我们就是涨停了啦。没有，老师今天说，你看果然硬很快，硬钞票硬很快啊，OK 吧？欸、不要想歪哦，想歪自己就按赞、哦，想歪自己按赞，是硬涨停板，硬钞票硬很快。
又滴汗了，这真的冷气开大，我真的觉得这节目越来越难录了。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真的觉得中文很复杂，的确是复杂。一个是闪电 N 嘛，一个是 N 嘛，是 N 啊。它其实那个音很近啊，非常相像。好了，重点不是这儿哈。588涨停板印钞机，恭喜所有跟上朋友们，我们直接赚到农历年。是的，今天至少再加一个灯，一个灯哦。而且我看另外一个也快了，9:06了。很多的股票这一波，老师给大家的。都是底部起涨的哦，都是有基本面，都是有赚钱的公司，而且股价都便宜，真的便宜耶，100块上下的一堆，一大堆。哎，不要再说 David 讲什么妖股都不赚钱，因为之前有个朋友就说，老师。David， 你那这开拢买什么太阳啦，什么建汉一种，负的啦，刚没不要这样嘛。那是因为行情有时候会先从那种奇怪的股票发动嘛。那开始有些有基本面的发动的时候，我们就因为建汉已经卖掉了嘛，31块我们就卖光了，对对对，我们就可以回来买正常的嘛。是的，311金鸿，上半年赚那么多，很正常吧？全国观众朋友们，知道为什么我买金鸿吗？其实我讲过，因为金鸿的妈，金鸿他妈。妈，对，金鸿的妈妈，妈妈是谁？阿布，8069就元泰嘛。哎呀，元泰今天创历史新高，对，挂牌来的新高价。但当然，如果你觉得元泰很贵啦，你不太想买，那就买金鸿啦。所以会带会不会去买股价极其低的3141金鸿？金鸿，还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啦。如果从业绩基本面的角度来看，元泰跟金鸿很大不一样哦。第一个8069元泰。第二季赚的比第一季多，这台北股市上市公司很少见哦，真的。第二季赚的比第一季多，没错，它是成长的，所以股价很强。是，那311金鸿第二季呢，就略逊第一季一点点呐，可是这个股价的基期哦，金鸿就低的非常的多，真的。所以要我买啊，嘿，也是选它。我当然选便宜的，你看看。因为金鸿算 IC 设计哦 ，IC 设计像天域这种股票都涨了哦，金鸿没道理不涨的啦。你说到这个天域业绩真的够烂的，虽然我们已经快两个涨停了，但我还是要碎念一下业绩很烂。对，大家知道哦，这该讲不该讲？中场来讲好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关于一些 IC 设计哦，股价基期这么低，七月营收这么烂，对，为什么会涨停的故事？对呀、我有第一手消息哦，想不想听？当然想听啊！上礼拜涨停的时候，老师，你讲4961天域啦，3035智元啦，是因为那个美国要封锁禁止它的 EDA、那个出口嘛？对 ，EDA 没错，那个新闻嘛 ，EDA 出口啊，那个新闻不重要的是，大家自己查就好了。嗯哼。好，那因为这个软体在美国当然是大众了、要禁止它出口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这样。不是，还有别的，还有别的，还有别的哦。所以等一下会一起来讲，会啊，会讲。好好好，我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。YD 频道一定要来做订阅、对，那有兴趣跟着我们一起来588涨停板印钞机的朋友们，是的，欢迎您跟上脚步。来，亲爱的老朋友，来，应粉丝好朋友们的要求，老师真的不常推优惠专案活动哦。这次一推，不知道何时会再来，所以像我们已经有6个灯了，已经有6个灯了。你看你早早跟上了。我们如果再猛一点，今天可能快10个灯了。一定要硬到这么的，不，观众朋友，今天是跌100点台股、对呀、是哦，我们是早上涨停哦，是哦，是大跌。百点之上哦，我们的股票照样喷涨停。那如果我们不跌的话，那我们的股票会涨到哪里呢？来，机会不等人，标股不等人。588涨停板印钞机，喜欢涨停加上涨不停，赶快跟上 David 老师，您的家中宛如有一台印钞机一样。今天的股票又涨停板了，你看看，早来早赚钱，这晚来是没折扣哦。当然想赚更多，赚更猛，轻松跟上588我们的优惠赚活动喽，广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喽。好想听哦，敲完敲完。明面上我们看到的题材上周出现了嘛，叫 EDA 嘛。对。所以不管是什么业绩差的491天域啦，业绩好的3135的那个智元啦，或者像今天涨停3141的金鸿啦，这个涨停我都不觉得意外哦，而且都是底部起涨，不觉得意外哦。
EDA 有一件事、哦、是我上次没提到的、哦、就是说 EDA 这件事就是美国、哦、不准他们在那个叫电子自动电子设计的自动化软体、嗯哦、所以这对 IT 设计公司很大的影响、嗯、那一篇新闻就这个那个新闻里面写到、哦嗯、是就是中国可能会倒一片哦，可能还没有那么简单而已哦。它不要干单哦，哎、欸，炒这么大哎、欸！不是，我们要思考一件事、哦、美国这三个主要的厂商哦，占全球 EDA 的出口哦，他那边写的是77%啦，占全球的市占率77%啦。但我有听问一个朋友他说哦 ，David 啊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他说什么呢？说什么？他说。这个新闻写的是对全球美国这有全球前三大的 EDA 厂商都是美国的、哦嗯、对全球的市占率77%，但如果对中国的全部、欸、对哦，他写的是对全球市占77%，对中国市占的对中国的 IC 设计来讲，它占多少的占有率市占率会不会是100%啊？90%以上，哎呦，那接近呢？哎、欸，这一招很狠哦、欸，真的很狠。而且我跟你讲，这叫什么？这是刚开始而已。因为它只是，所以转单的效应一定会来哦。那我又再问了一下，因为我这个很爱问，我是个好奇宝宝，大家都知道。你不仅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还要问砂锅在哪里的人？不是，那是什么？我想问的是，打完砂锅之后还有下一把吗？再问一层，再破你一次。哇塞，长得够狠！哇哇哇！结果问到什么？我们刚刚聊到嘛，像天域的业绩不好，对，不好。智元是业绩好了，那像创意业绩也不好，嗯，啊、不是创意啊，创维业绩不好，哎、欸，对。然后3141金鸿的七月营收也不好，对、嗯，对不对？嗯嗯嗯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这七月营收不好都涨停了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。天域七月营收年减32%涨停，3141金鸿七月是掉的，哦、年减的是涨停，嗯。然后创维呢，也上礼拜也涨停了，年减的。然后只有3035智元呢，哎、嗯欸，是年增的，它涨停，是年增68%。所以涨停的理由除了 EDA 之外还有什么？是不是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？已经过了，哎，对。我们上次聊到一件事，当台北股市在七月份的时候，很多 IC 设计杀到给它西洋都破底，对不对？吓死！你看创维七月破底了，是啊，3.35资源七月破底也破啊，对不对？七八也破底，天宇不用讲，那个什么躺多久了？真的，从去年八月杀到今年八月了，一年那么，我已经骂他一整年了。不过我现在要给他按个赞，真的，因为他已经快让我赚两个涨停了。我这个人现实，赶快捧在手心。有涨停就是赞，哎，对，有涨停就是个宝。当然啦、啊，不会涨停就垃圾啊！讲话那么直接，那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我们讲完哦、嗯。一开始我们在六七月份观察到的很多法说啦，或者是一些消息面知道的时候、嗯、，IC 设计可能要等到第四季，甚至明年第一季才会好转。哦，当时是这样。是我最近耳闻到的，最近偷看偷听到的。哎呦，八九月就是低点了。哇塞，那不就是现在了吗？对，也就是第二季到第三季之间会落地。哇哇哇哇哇！哦，原来那涨就合理，那天域涨是对的。对呀、啊，天域涨就对了，是因为你落底了嘛？那你涨是对的。老师，那我们就买在低点了吗？我刚刚好了，礼拜三的半股买好的。欸、我今天早上我再来买第二次哦，所以你不要说你没有。我今天早上买第二次哦、欸。我们不敢说是最低，相对低，没有到最低了。那天108哎，我没买到，我买110万，那也很好啊。你看，啊，我都还不够快嘛，我得再快一点，就可以买更便宜。要超过人体极限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已经是又硬又快了，不行。妈呀！所以老师，你刚刚说这一波 IC 设计的。嗯，有一些股票已经有这种现象了，哎、欸，几乎、欸。当然啦，每一档股票的落、嗯、这个业绩落底的时间顺序有差异啊，嗯 嗯，有差异性啊，这个不能一概而论啊。是，但已经有耳闻到这个现象，嗯，就是八月九月，嗯嗯嗯。所以为什么说，哎、欸，我上礼拜五我买天宇，因为我那时候看到有人买，我就接着敲嘛。就上礼拜五那一根嘛，你把那个图给大家看一下。上礼拜五涨停那一根、啊，上礼五好来了，就那个前两天的指考，上礼拜五这个，对，你看，嗯嗯、那个价钱不是110吗？对，110。我们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，好，他已经躺平那么久了，为什么 David 又发现他有人买、啊？第一个嘛，我们就早就有知道说，哎、欸、，IC 设计可能要动的，嗯嗯嗯。第二个就是因为天域是个领头，就是在 TDDI 这个族群，哦，是个领头，嗯。哦，就是面板的驱动 IC 这个部分。对。
可是面板驱动面板那么烂，那为什么驱动 IC 会涨？你最近看看面板股其实有涨、欸、有悄悄的，对，嗯，对，嗯，所以哎、欸，啊，不是很烂吗？嗯，啊，不是面板烂，被嫌到，被嫌到不行嘛、嗯。其实天宇也是啊，天宇敦泰啦，那个谁、嗯，联咏啊，也被嫌到不行啊。哎、嗯嗯嗯欸，怎么最近都有点发动了一些？尤其是天宇最猛，嗯，好，那问题来了，嗯，所以真的有那么烂吗？有趣哈，有趣。如果真的这么烂，所以如真的那么烂，会有人买？对嘛？不跌还反涨哎、欸？对啊，要不是业绩很烂，七月营收掉那么多还不涨、啊？没错。你看四季都一七月掉30几%，它已经快两个涨停了。没错，这对吗？哎、欸，这没有道理啊！欸、这颇令人玩味哈，蛮有趣的哈。是，所以是不是 David 又听到了一些正确的答案呢？老师，那这么说，如果说是八九月，你真的要先卡位卡好了。反正我已经两根涨停了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已经两根涨停了，是你。欢迎好朋友，你已经有两根涨停，是你，不是我啊。哎、欸，所以好了，接下来买什么？对呀、啊，不要问了，我买什么你买什么了。当然，有这种的我一定会出手啊。嗯，我就是喜欢涨停，是不会涨停的就被我踢很远，不会涨停会被老师嫌到臭头。有啊、嗯、你看天宇之前都不会动，我被我骂一整年了、啊、真的哦。对啊，回来之后哎，进场买完之后涨停了。 David 出手之后他就乖了，是他就乖了、嗯、快两个灯了，很好，你看看 I like 好听话、啊、不能这样说啦，怎么可以，就我喜欢吗？怎么可以这么的邪恶呢？邪恶怎么想要火箭队？对不起，我又回到那个火箭队的时代。火箭队的时代。好了，588涨停板印钞机。好，那 David 刚刚给你讲的 story， 嗯，残扣之类的啊，涨停板就你的。好的，好的。通常啦，嗯，我都会猜对啊。对，而且几率还蛮高的。你可以慢慢看后面报纸怎么写。通常我都会猜对了。对，而且都领先。你看嘛，去年8月9月我跟你们讲说，哎呀。什么天宇啦、联咏啦，这个要赶快跑、有，对不对？上去反弹就要卖、嗯、对，没错。去年8月9月10日我讲的、啊、是的，那时候联咏600，有喂、欸、快600，500多，快600块样子、啊、我记得500，那时候吗？这个时候去年没有，八九月十月啊，八九月十月，那就是就从去年拉起来那一段嘛。哇，就这个，对，是你现在画的这个地方、哎、你们的跑那么远，它现在是年、欸、对，它现在是年吗？你哦，算了，對，你我改天再跟你研究这件事。我发现你对这个线你看不太出来。哦，这边呢、啊，去年八九月的，不是那个年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，就这一波拉起来，反正你们有卖就好了啦。哎呦，你看看，哎、欸，当时快600刷到230，哦，就这样吧，腰斩，再脚踝斩，就这样，好可怕。这我觉得哦，反正他已经慢慢开始好转了、哦。对 对, 对对对，不要再嫌弃人家了。哦，对对对对，不要再说人家了。那已经是过去式了。是，对，过去是。无论你过去对这些股票再怎么嫌弃哦、嗯，人家现在一个礼拜已经快两个灯了。对，没错。对，该参考一下的。哦，当然了，你已经跟我们要买的很便宜的朋友们，恭喜你哦，这礼拜赚得很轻松。是的。那按这个逻辑推论下去、哦，不要说16000啦，超过都很容易啊。嗯。真的讲真的，你看今天台北股市跌100点了。对，跌什么你知道吗？其实跌电子股。跌不对啊，老师，你手上的股票都是清一色电子股哎。对，那今天跌的是电子股。哎、欸，那他在干嘛？哦 ，David 有没有讲过季线是个关键？有，我说来了季线一定会震荡，所以前两天先把股要获利了结一趟。嗯、但杀回来呢？来，全国会员朋友们，今天早上8:50不到，我又发扣讯给你了。哦，我跟你说什么？今早的扣讯，嗯，大清早就跟你讲什么？嘿，套炸条工。我说反弹到季线啊，会震荡啊。有，今日如有指数回档修正，是，请按照规划进场锁定标股。嗯，我不是讲白了，今天会修正，记得回来买。是，我8:50跟你讲喽。哎，盘前的时间内，我照的凶货，好不好？不然我怎么出手那么快？哎、欸，盘前真的哎、欸，老师今天可以说是扎扎实实的一个10个百分点哎、欸。这一档哦、喔，今天买太贵了、哦，上礼拜买才便宜啦。也是啦。对呀、啊，今天早上买126、127，上礼拜才买110附近而已呢。100痛娘呢。嘿啊。哎、欸，
110做到138.5五个交易日，这样才会开心吗？被杀被杀砸可以，我要贼了，二十几块而已了，快要三十了。哎，对吼。130，对不起，我数学不好。28.5哎，我不知道赚那么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哇哇哇！我对这数字还蛮敏感的。我只知道变成换成 COCO 的时候很多，换成 COCO 很多，对对对对。数股价数字在跳，我都不会算。所以你看看哈，早早跟上的好朋友，涨停板就会是你的啦，每一只都是你的。我们现在已经4天6个灯，那今天就看3035的智源会涨停了。嗯，没有涨停我也可以接受了，因为它已经上礼拜五涨停，加今天9%是的，很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，可以啦，安内也塞啦，没改变，哎，还有涨停哦，有顶到哎，哎呀，对不起哦，那今天就两个灯了，我发个口讯，我刚刚没注意到，四天就7个灯喽。OK，我来发个口讯哦。好的，好的。欸、所以，亲爱的朋友，4天7根涨停板哦，智源在盘中又顶到涨停板的位置 哦。那么今天涨停板除了智源之外，还有这一档就是3141的金鸿、啊。好，恭喜会员朋友们，3035智源亮灯涨停板。等一下，他的跳字的源都给我跳错。亮灯涨停板，在我们的聊天之余。哦、就顶到涨停了，再度亮灯涨停板，嗯，好吧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，这样就好了。有、嗯、五天哦，哎、欸，两个灯了。他上礼拜涨停哈、嗯，5天2个灯，对对对，5天2个灯了。好，恭喜我朋友们，3035资源再度亮灯涨停板。好，等下、你就扣到扣去了。有、啊，可以啦，这样子有没有？今天两个灯嘛，就是4天7个灯。是，哎呦，阿里哥不立波来，天域顶我们来的。我还缺你哦，看不起卡给呢，3000、七个灯啊，那8个才凑2桌啊，对对对，这合理吧？可以，可以，你赶快来哦、喔，哎、欸，真的是三缺一耶，赶快来啊、喔，对，缺一卡，这样八个灯，赶快圆圆满满，好不好？加一5发发5888、嗯，好，那个什么什么优惠啊？涨停板印钞机啦，对不起，年纪大了，我只记得什么又快又硬而已。你看看，就把重点记下来了。重点不是要又快又硬吗？要，还是硬很快，要硬很快。我们不要想歪哦，是印钞票硬很快哦，不要再想歪喽。赶快把我硬很快还是很快？好热，真的还蛮热，这冷气坏了吗？我们冷气开很强，好好笑、哦。好了，录下来都录下来一段，没时间了。一段喽，我要等天宇啊，你赶快等啊。你个茶几是出来给我们跟涨停，你在估摸呀？我看盘就会一直碎念，对，会碎念，会碎念。我办公室都人都会害怕吗？都会没有，就没有，没有，他们会害怕。不敢靠近我，好好笑。老师，你在跟谁讲？没有，没有，我在跟我自己讲话。我在自己讲话，大家要习惯。好，来第二段喽。好嘞，欢迎你持续回到股市最前线的节目，亲爱的朋友，在我们聊天的同时呢，3035的智源对，刚刚不小心亮灯了，再度亮灯涨停板，是再度上礼拜亮灯，五天狗刚两个灯，哎，灯灯。哎、欸，这样赚多少？算一下，要学。好，来来来，刚刚点到涨停没有？是啊。你看我们上礼拜买，到今天这样差多少？我靠！哦，150几，今天多少？今天190了吧？今天有细打花193，40块的。哎、欸，几张细板空呢、欸？对，将近40块钱。5天的时间呢？你看一张，对啊，就上星期五到今天礼拜四啊，五交易日40，十张。没有啊，就买个一张两张，你也一张就4万了、啊。对啊，你两张就8万了、啊，天你就快10万。哇，那588哇，还蛮可以的、欸。对对，就多买个几张。好吧，588涨停板印钞机，我们直接赚到农历年，是农历年、哦、钞票印很快，印的又快又猛。对，印很快，印很快。嗯，所以你看啊，短短时间四天，我们刚刚算了一下，就7个灯喽。对啊，这个你说现在还差天域吗？就4968天域，如果4961天域如果再涨停、是，我们今天呢就可以4天8个灯，圆圆满满了哈。现在4天7个灯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就可以凑2桌。对啊，刚刚就聊凑2桌这件事。哎、欸、真的差。我们今天中场休息聊了一些秘密、啊，有啊 ，story 还没有订阅 YT 频道的，赶、快订阅。是的。为什么4961天域七月营收、年减？32%，业绩这么烂，烂到爆。为什么 David 上星期五要买？是啊，现在已经快2根涨停了。对的，
都是的。欸，年检32%。3141金鸿，七月也是年检的，为什么今天涨停了？是啊，对不对？欸，有些股票都是年检，但是你年增那涨停，我觉得合情合理吧？合情合理，对，没错，嗯。但是老师，你看天运年检30几%，你起的 key 会多啊？你信不信？对，我们讲一句实在的嘛，你心里会觉得很多问号嘛？是啊，黑人问号。所以如果你心里有那些问号，麻烦你去听我们中场休息 ，David 跟你分享的一些有趣的消息，秘辛，不是绯闻啊，不是绯闻，不是八卦啊，没有没有，这不是八卦。可是老师刚刚讲到那个哈，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们看标题看新闻，你真的忽略那个字面上的那个意义。对啊，欸，这个结论是差很大的耶，差很多。我打个比方好了，如果你觉得哈，它最烂的业绩已经出现了，那股价不跌反涨不意外，如果你觉得后面会更烂，那这个反弹呢，就是要卖的。对，没错。哦，那差很多，是一个是反弹要卖，对，一个是它可能是个波段哦，没错。所以不管你有6104创维啦，4961天域啦，3035智元啦，3141金鸿啦，还是你的什么其他的 IC 设计的，对对对，订阅 David 的 YT 频道，是的。中场休息，我刚讲那段你要认真听，对你而言很重要，非常重要，所以。解读要对哦，你不要听错，我讲得很清楚哦。有老师讲得很清楚，欸，后面这个大道真的很恐怖耶，所以你把那段听完，哇，哇哇哇，那这个印钞机印的可大了，欸，这个印钞机不止一台哦，可能多印两台。欸，为什么印钞机怎么听起来都怪怪的？比方印钞机印很快，印很大，都很奇怪啊，都很奇怪啊，印钞机印很猛，印很。好了，对，所以好朋友们，好588涨停买印钞机，不要想歪哈，不要想歪，一路直接赚到农历 年，让你轻松跟上 David 老师呢，发到年底哦，这个发到这个可以啦，我们这样4天7个灯还蛮快的，欸，真的还蛮快的耶。如果以这样子的一个涨停的速度来看的话，你接下来哎，欸，这半年的时间，全国好朋友们，是今天是跌100点哦，是啊。不是涨300点了，不是哦，但是涨停买大堆啊！哎，真的，而且老师还说今天跌的是电子股，对，今天台北股市金融指跌0.6到0.7，电子指数跌0.8到0.9，不对呀，非金电没有跌哦，对，平盘哦，台积电今天跌1.3%，到1.5%，今天跌8块，没错，对啊，跌电子啊，真的啊，it's real， 但。老师不对啊，你的金鸿智元是电子股啊？对呀，是。我跟你讲哦，这就很重要了。哦，这个是 mega 啊，是意味着宣示着什么样子的？嗯，我们刚不聊到我们今天早上第一通口讯吗？有，8:50不到。我跟伙伴们讲什么？指数来到季线附近会震荡，对，对不对？震荡。今日啊，如果啦，好有幸了，有机会啦，回档修正，回档修正的话，记得捡便宜啊。我早上讲不这个，有你今天早上如果愿意买资源是赚了，啊。欸，你是超过10%，而且是黑的，喔，对，它是黑的，欸，是黑的，喔。哎，欸，早上10点以前都是黑的，喔。那你看3141金鸿也是啊，4961天域也是啊，哇，每一只都是啊，为什么？欸，这个盘这些 IC 设计明明业绩那么烂，却，能够拉涨停，它在暗示你什么？意味着反弹坡还是逃命坡还是回升坡？哦，是到底哪一波了？我的 YT 节目里面有直接公开告诉你答案，你买有，欸，对，不要猜，不要猜，YT 频道直接把它听完，我们节目是一刀不剪，没有，干嘛剪到底，讲错话我都不会剪的，欸，真的不会剪，会不会他逼掉而已，直接逼掉就好了，我还赶快去算那个时间，啊，那个时间几秒的，几分几秒，赶快来，所以今天老朋友来，今天在我们的两段节目的中场休息时间来告诉大家非常多的秘辛，标股的秘密。这一群这一挂的 IC 设计为什么特强？当然一个是基期低啦，因为台北股市涨1000多点它没涨嘛，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？会不会是最烂的已经过去了？是啊，最坏的情况已经过了。就打个比方嘛，如果我已经业绩烂到低点了，那股价反不跌反涨，利空不跌，这当然很正常啊。是，也就是说我后面可能会好嘛？没错。那其实这个新闻哦，什么消费性电子啦，IC 设计啦，晶片库存过高啦，已经从5月、6月、7月已经讲了4个月了，
我讲句实在的，台湾电子股清库存的能力哦，远比你想象中的好很多。嗯，我只能点到这里。我还想说要继续把耳朵伸长一点，有这样就好，这样就好。点到这里哦，三四个月很久了，真的。对啊，而且还挺好赚的。三十个月孩子都长很多了，三十个月都长很多了、欸，真的哦。我该怎么接下一句呢？没事。五八八涨停板印钞机，想要家中宛如有一台、两台、三台印钞机，让你呢一路大赚、狂赚、猛赚，跟着 Dave 老师轻松赚到农历年。我们短短时间四天已经七个灯，今天直接给你两个灯，而且今天盘大盘指数是跌的，而且跌的还是电子股。对啊。但涨的是我们手上的，涨的是我们手上的电子股，很奇怪哦。欸、你看我们上次把36建欢那32块卖掉之后，不涨了哈，不涨啦，不会动了哈，不会了啦。哎，还有我们，你看我们今天创意600块来了，3443创意有哦。所以你有听节目锁定频道的，哎，赚到了啦。老师，你又蒙对嘞，没有，我当然是蒙对的、啊。你相信吗？蒙对的，我430买完就讲过这件事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所以是蒙对的，你。掐指一算啊！你一平方上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老师，你那个前面那个会不会那个高会不会？”我说：“应该会啦。”我有说：“那老师，那前高我就应该是随便也600吧。”今天就到了耶！哎、欸，真的是蒙对的了，真的。哎、欸，你随便听节目也赚、啊，就随便赚，就随便赚，真奇怪。当然想要拥有，哎、欸，涨停板涨不停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还要再多一点点的话，欢迎你跟上脚步，直接跟上脚步，把握588涨停板印钞机，我们让你轻松跟上 Dave 老师一路大赚，狂赚到农历年，是农历新年哦，对，发红包的哦，不是跨年哦，是农历新年。来，今年想必这个应该。这个年会很好过了，照这个速度，照这个速度，这真的才非常好过，照这个印钞机的速度，对，这个人说又硬又快啊，来的又硬又快、嗯、好了，五八八让您我发发你发发，大家一起发一起旺一起赚到农历年咯，轻松跟上，广时间留给大家咯。节目中呢再次感谢 Dave 老师来到节目当中， OK， 谢谢平话，谢谢全国好朋友们，跟着我一起五八八涨停板印钞机， YT 频道的好朋友明天见咯，拜。华冠投顾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，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。本节目资料仅提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华冠投顾一一一金管投顾新字第015号。